时隔五年，国光剧团再度应邀登台上海大剧院，金昆未来世、天上人间李后主、十八罗汉图举行岛外首演，为观众们带来金昆新美学的新作品。实验诗剧《天上人间李后主》以金昆双奏跌宕多姿的故事，演绎书写千古词帝一生的美丽与哀愁。十八罗汉图剧中创造了山上清修的紫灵岩与山下喧嚣的宁碧轩两个对比的空间，讲述了一个迂回的复仇故事，但不同于过往的复仇经典，而是透过这个曲折的故事，尽可能的探讨艺术的真假。非凡娱乐实时报道。